我浮空，四个浮空，一、二、三，天崩地裂，三千摇，再摇，没摇住，十八回合大死亡倒了。没想到九黎城首次登场就被三公疯狂冲刺。七星大将麦克阿奇司令表示，平时都是我冲别人，没想到我也有被冲的一天。大型纪录片之豪门见会，雄霸三公狂锤阿七，持续为您播出。真君显灵，六点战役的真君，飞机来了，青石的一把飞机，耐是真的耐，不太飞得动。这凌波城六点战役伤害又高了，这不是一个很刺激啊？我觉得曲阜要输啊，我觉得曲阜要输，不好打。好，直接翻枪啊，可以翻枪的，很能爆的，一千二，三千七，一千六，一千七，看宝宝的飞，顶不上血、啊，下一波对不对？一个惊涛怒，两个惊涛怒，你咋扛？真君单位也是惊涛怒了，六点战役的真君，不好扛了。好，直接无天。好，给了手落花啊！这归宿孩子也飞了，套了一手，化身惊情。哎呦，这把落花加套，那这出不了手了。啊，正好是卡速，普陀出宠，只有这把我能拉人啊。这一号也是归宿吗？啊，也是归宿。好，出个宠，宝石陀螺出手，再清一把。好，九黎城终于要出手了。一斧开天，青山恶还神了，铁血生风，没有连。反正无限倒地啊，这九黎城反正是无限倒地。三千伤害起来了。三千，三千二，还有一个凌波城打过来啊，主视角这边有点不太好扛，两千三贴不住了，三千三，啊，花生光辉也补了，盘丝光辉补过了，那这样的话，除了九黎城以外啊，光辉已经全补了，盘丝也倒了。小死挂了，武装武装上盾啊，再活血，活的是宙斯啊，先保宙斯，太惨了太惨了。惊涛惊涛，给两个惊涛。哦，武装，这三个拍过来武装扛不住了。好，普陀放了把金器啊，小死给解。两千，我操，这三个哇，暴力啊！上盾拍两千多，他那种三个好像还有的还要出奇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九黎城是硬生生挨打，清掉一只，一斧开天。一千九，再来力劈苍穹，干飞。好，小死给他吃了。哦，浮空。四个浮空，一、二、三，九黎城被干死了啊！耗不过了，他现在对面输出很持续，
输对面线输出衔接很好，观战不行了。咒说点灯了，凌波城还青石天崩了，宰和尚了，十八回合大死亡。破甲和尚来了，还是活血，拉了地听，天崩地裂，三千腰再腰没腰住，十八回合大死亡倒了，绝望。和尚这个点敲了的话，啊，血量属实回不上来了啊。宝地亭出手，他宝宝正，他宝宝血是真的多啊，拉出来都是一万多一万多的，砸飞了。现和尚回合太久了，你得拉三只养护才行，没压力，还在坚持。地听，这不放弃，没放弃啊！啊，无双战魂，消耗一根金牙火雨回复战衣。好，盘丝直接换镜，武装上盾。徐府县养护应该都是隐攻吧？天眼神通，工地亭。这个幻境直接麻了。好，两只羊骨还有六回合，也快的，马上就起来了。宝宝再神一神，砸飞。我这个地精血挺多啊，两千八还有这么多，加过加血的这个工地亭啊，加了血的，暴力，普陀死，好，小死武装，三个出输出一起出手啊，看能不能点死武装，顶了一个，阴击点的三千五。都是高速，这只是应该是镜台的那个宝宝，镜台的欣欣向荣的树苗。哎，这个没出手，那武装死不了啊！好，再吃个大金，坤坤，我操，这雄武级三攻硬件真好。啥都有，地听坤坤，好，这个是龟速，好，杨柳甘露先拉和尚，那和尚和尚不能动啊，小死普陀，风没有中，武装放进行，对吧？这回合大概率是武装放进行。好，直接抬弹珠。
分化身，神再神，神了两下，全力力劈，再杀一个。他只能现在好归宿神了，归宿拉九黎，还是出宝宝。好，挂的是武装啊，没挂九黎神。三眼全开，可能有水清啊，水清。新力皮，贴不太好贴得住，神了可是。贴不太好贴得住啊，因为九黎神打的次数比较多。哎，没点武装飞，那他有全力劈啊，也不怕。我操，神了！打七百血应该是神了啊！再拉化身。